哎，费费，哎，刚才那个杨经理打电话说是葡萄上效果用的挺好。对，他说那个农户啊，种了很多新品种的高端的葡萄，去年葡萄不咋地儿，说今天用了巧克力用的非常好。刚才来电话说想去看看。好，那咱去看看。好，好嘞，出发。往年这时候你都啥色了不？这葡萄呀，全部封叶。今天是2021年的7月10号，我们来到李巷镇寿饼台村啊，郭海家的葡萄棚。这个现在目前看的种植品种是丛林玫瑰。它整个全棚，今年全年用的都是我们巧克力肥。下边那个这位你谈的这个巧克力你啥时候开始用的？5月份吧。刚出棚开始用的。刚出棚开始用的。现在是7月份用。大概用了几次？2个多月用了。现在4次啊。4、5次那样吧。你每次一个棚用多少？一个棚刚开始是30。30斤。现在是10斤。今天用的是12斤。就是你这是百米棚吧，是吗？就是140的。140米棚啊。140米棚啊。啊，我的妈呀，我原来以为你是百米棚的，所以没让你加大用量。我这140米呢。140米用量不大，有点少。但是你。有点少，但是那这两天用的，这几回用的都挺勤的嘛。但是你现在看的效果怎么样？葡萄非常好。粒儿非常好。照上年比呢？照上年比那好老了。谁拉你啊，谁都说你这回比去年好老了，是吧？然后今年这葡萄啊，你现在目前看能不能增产？能，那肯定能。这葡萄肯定种。现在尝青果的口感，有那酸涩的味儿吗？现在没有，没有酸涩味儿啊。那真好。叶片呢，现在你看这颜色，叶片都是这那的。还有一点，今年这病害，少了。少了是吧？没有去年那么多。今年不让你开春，不让你开春着急了是吧？一整给我打电话着急了，现在也不着急了吧？不着急，打药打的还少现在。然后今年啊，我们用巧克力的葡萄，一定要比别人卖的贵一些啊！不是说我们卖的贵一些，是我们品质提上去了，我们的这个果就值那钱儿啊！所以今天他家那个盆儿，去年说用3万块钱肥，你家今年多少钱？哎呀，现在也就是10000块钱。如果你用上的话，你这5个棚的话也就10000块钱，10000多块钱，全算上了，就是一直到破下来。而且你宿舍一直到秋天也不会让你减下去。那么秋天的时候，秋日肥、月日肥啊，已经做好。然后明年开春开始，我们继续，明年产量比今年还高。行。我现在还是挂海家葡萄棚啊，又给品种啊，这个阳光玫瑰，这个品种可值钱啊，好好看一下啊。这个品种啊，开始的时候我刚刚接触他家的时候，来的时候啊，就是病叶非常严重，就啥样的病叶啊，就这样的啊，就这样的病叶啊，这叫啥呢？这叫病毒。这个病毒是啥呢？不是后天得的，是原来这个葡萄啊，不管谁家种阳光玫瑰，基本上都有啊，因为我走了很多棚啊，都有。但是开春的时候特别重啊，现在几乎就没有了。然后新叶发出来以后啊，都成这样了，特别好。那个弟妹，你说这个开春你啥样？现在啥样了？完事儿开春的时候就是病毒挺多的，然后打一回那个病毒病那个药，然后呢用了那个巧克力，我这一直也没打，就是这叶就这么大，完事卷那个病毒也少了。现在你看这果，这是那什么阳光玫瑰那个果。看看这个青果啊，特别好，好漂亮啊，很大叶，还没有病毒了，没了啊。这巧克力真神奇呀、啊，能把病毒给治了。是。何经理啊，哎，今天要。通过今天的规划啊，这个农户啊非常高兴，是啊，看出来今年的葡萄给他解决啥问题了呢啊？首先一点呢，他全程来我们巧克力嘛，
啊，它要和往年和邻居比喝的是一比啊，它的总的造价降下来了。对对对对。往年它的葡萄用多少呢？得20000多块钱，是到25000的这个有五个棚子吧，得20000到25000的成本钱，肥钱啊和药钱。但是今年现在呢，全程给我们巧克力啊，现在还没到10000，省了10000多啊，省10000多，而且药啊用的特别少，而且这个客户啊现在对我们巧克力非常非常认同，也非常非常认可啊。然后明年呢，他家大田呢，还有这个他的葡萄园啊，包括他自己种植的蔬菜，所有东西全都要用巧克力了啊，全都要用巧克力了，彻底被巧克力折服了哈，彻底被巧克力折服了啊。旁边家的邻居啊，在我们走了之后。那参观去了，参观去了，看看这葡萄酒，那今天变化太大，非常好，非常非常好，那挺好，挺好，挺好，是吧？然后我对做巧克力也更有信心了。巧克力。